Kitty， 你最近還好嗎？跟你一樣咯，預備緊新季啲嘢嘛。喂，有新玩法喎，二重彩喎。誒，二重彩啊，簡單啦，你揀兩隻最中意、最勁嘅落去，咪搞掂咯。哦。喂，你哋講嘢可唔可以實際啲啊？邊個？我啊，張基啊，咁樣齋吹咧冇前途噶。今季一等我拉住你哋兩個啊，每個賽馬又揀三場賽事集中分析。全方位啊，討論賽事嘅形勢，幫大家深入淺出，做足功課。咁啊，今次有機哥咧就冇奔波啦。咁賽前一日記得收睇咩啊？喜日有跑馬。